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75面啊，175面，倒算第三行啊，对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看起啊，第9法自在。菩萨的大辩才，无诸法中共演说无边法门，无种无碍呀。这是依法自在，菩萨说法无种碍呀。什么原因呢？菩萨见性了，诸心内面的智慧的灵拢现前了，所以呢，真正亲像经所讲的，事事无碍。彼事无碍，所以呢，有一切法，无论是世间法，这诸法的意思真宽哈，啊，通不化的世间法，啊，就是讲这出世间一切法，伊无一项未通，啊，无一项。唔知呀，为什么呢？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拢嘛是对自性内面流出来。自性、明性、明现，色啊，灵变。无论按怎变，见识的人拢总拢明了，拢通达，拢无障碍。所以下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明心见性，这是啊，这是学佛真正的目的。见性就叫成佛。啊，或是一个啊，觉悟的人啊，明白的人啊，有世出世间一切法拢嘛明白，拢觉悟了，这称为佛。这是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啊。头前啊。咱学到这个业自在啊，第四呢，在这个所在啊，咱啊，搁小看来补充几句，世间人。无论是中国人是外国人，拢嘛希望知影家己的未来、过去，这个啊方法真多咯。最普遍的，就是讲看相算命。有许个人确实真多。嘛不离开这个方法啦，看相算命的灵，了凡四分内面甲咱讲，
灵啊，真正灵啊！为什么呢？人只要有念头，伊就有数啊。真有数力，只个人，就会凭着你的身心背离，身心背离起来正确。会当有一点差错，有一点差错就未准咯。大部分的差错，拢差错伫私心。你个你啦，一般是拢未差错。什么私心出事？中国这个私心是两小时，比如主席。前主席、后主席拢差别啊，就无同款咯。这里微细差别，不容易啊，记清楚。所以咧，有诶算啊真准，有诶算啊未准。算准是时辰啊准确。学佛的人，敢有需要去算命呢？我的经常有甲咱讲真侪道理，相由心生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相生的，这拢是经常常常咧讲的，咱也听甲拢真熟咯。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咱干么需要去算呢？无需要啊，有菩萨教咱呢。这里修行经上不常讲，阿难啊，文殊佛吉祥经内面就讲啊真清楚。阿难凭什么明了吉祥和好呢？凭什么会当？悲伤自结呢？这是人的伤情，这个我未反对。我甲人讲，只要你的心态好，为什么呢？你随心转啦、啊，真随心转。你看境界嘛，随心转，只要好心好。无一项是袂好诶，袂好嘛会转变最好诶啊！化凶为吉啊！化灾难啊为吉祥啊！这个本事啊，每一个人拢嘛有，无分男女老少，拢总拢有。咱就是讲没咯，唔知道要安怎用。好家人呢？古代的上讲改心嘛，改就是啊，改念头。现在人啊，讲心态，古早人都是用这心来讲的，来改心，把不善的心改正过来。现在人咧讲，只要你起心动念，拢是善念，起心动念，言无造作。绝对是无自私自利，你的灾难就会无去。祸害啊，就会远离你哦。念念无家己啊，念念，咱的人生伫这世间目的啊，是何在呢？
啊，来这座是为着什么呢？我伫经上有甲咱讲，压力主宰啊，你袂当无来啊！计是做有业，叫人生受业。这是佛的经常讲，一点啊都无错啊！既然是来到人间来咯，那你应该要创什么呢？咱都要改变咱的业力啊！啊，咱远离不善的业，专修善业啊！那修善业，而且都修正业，修善业，人天福报啊！啊，咱现在了解人天福报，未当出六道轮回啊！每当超越了道轮回，以后麻烦的代志也够真多了，唔通够做这款代志咯，这代志唔通做啊，所以就要修正业。什么叫正业？断恶修仙，这来对无自私自利。无名门利用，无五欲六尘，无贪嗔痴慢，这个善业就是正业。正业会帮助咱超越三界啊，超越六道啊。修正业的人念佛，绝对必生净土，这是咱爱去把握的啊！特别是中年以上啊，人生已经过去一半了，应该都爱啊觉悟，绝对唔通搁再做这款戆代志。金刚经上甲咱学习，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你应该是啊做会到的啊。也都是讲，唔能把这代志放在心内，再常常关心家己，现在而来关心别人，我想家己，为什么呢？别人就是家己啊。自他不离啊，啊，分自分他，这是六道凡夫啊。自他不离呢，那就超越六道了。你想看卖，离人啊，真正是离家己啊。啊，顾家己真正是害了家己啊！为什么呢？增长五级啊，五级啊是假啊，不是真的啊！佛法就是要教你破五级，你逐天伫咧增加五级，增长五级，那是不得了哦，中错了。所以爱把我放下，专心专力啊，为别人服务。咱今仔日讲为苦难众生服务啊，为净化上主、救主来学习，认真努力来学习，为净化救主，啊，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专心专力帮助众生，
这才对啊。安尼我就那无破咧，自自然然就会淡化咯。淡化那久咯，不低啊，不高啊，都无哦。所以佛法来对家人第一名，名是什么？名就是业啊，就是自作。你敢看咱每天伫咧想什么？伫咧讲什么？伫咧创什么？这就是业吧。这都是心态、心态、心性啊。如果心性甲实现业都相应，甲《梵文观》里面讲的啊，自得相应，好啊！什么灾难都拢无去了，唔免搁再去算命了，也唔免搁去看下相了。家己的前途一片光明啊！确实，这款的心性依然是方向化解，无难成熟啊！这才是讲真正了解到命运，改造命运啊！这是我补充一点。大家也拢嘛非常关心的啊！尾后啊，咱来看十地主宰菩萨智慧具足啊，微念中灵现如来，知识力无畏。成定正觉，无障无碍呀！这是讲智慧，或者智慧对于倒位来呢？对修戒定以来，所以学佛会当讲啊，无止戒。知戒呢，爱知影讲对，什么所在啊？来开始呀、啊，慢慢改呀，养成习惯。知戒呀，都落处咯，未感觉困难呐、啊。一定都爱对地主鬼来落手。咱啊，常讲的如识道这三个根啊，如果无咧用如较多咧，啊，你就得爱用小乘经。小乘经真多啊，真烦啊，无如较多遐简单咧啊。你看儒家的《弟子规》，总共啊只有1080个字，儒家讲的《感应篇》呢，总共讲了195项的代志。无罪啊，用这来做基础，修习善业道就未困难咯。呀，咱如实道三个根拢有咯。然后入佛门，修持三规五戒，三昧六义，勤力依固啊。一点啊都未困难。现在咱啊三规五戒为什么遮困难？
你头前有基础啊，你无认真去学习，世尊在佛藏经上有一句重要的开始：佛祖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这释迦牟尼佛讲的。啊，咱毋是常常君临，毋是常常君临，都爱修这个规矩，学习由浅而深，由易而难，顺序渐进，这是佛教导咱的。所以大乘对小乘教有起。中国的小乘经非常完备，那南传阿利文的大藏经一个比较，以后接近完满。小乘经也将近三千部，阿利文典籍大概啊比咱加五十部一款，注意想看卖。三千波以下只给五十波。你看那翻译真完毕咯啊。佛教传到中国，古早时阵拢嘛咧学习啊修行，对修行再来学大行，拢是这款学法。所以修行伫隋唐时代有两个宗派。行实宗、普下宗，是以两婆论的名，行实论、那古下论，对这两婆论的名，这两个宗派呢，宋朝末叶啊，就衰落了，到宋朝就无了。所以现在真侪人啊，唔知讲有这两个宗，为什么衰呢？过去即个啊，祖师大德无咩学咯，改咯，用儒家道啊来代替，会用你袂？有成绩表现啊？你甲看，这一千七百年，用儒家道来代替，而且长的这个时间内底，出偌济啊？圣贤呢？修行正果，说明讲这是正确的。所以讲，咱若是讲无咧用儒道，迄度读修行。如果嫌修行啊太麻烦啊，你一定都爱用儒道，啊，都必须啊对《弟子规》来落手。《弟子规》是伦理道德教育根本的根本啊，《感应篇》是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因公在书一生。全心全力的提倡，更难都爱认真学习，有这个基础入佛陀容易咯。无这基础，修行业都真困难呐、啊，大家念都无路用啊。都爱真正依照经典教诲，把咱的心态改变过来，这才有路用。所以佛菩萨的智慧是对戒定慧来的，这个慧是对定，就是自性本来有的智慧，不是对外靠来的。那外面而来是
是知识啊，唔是智慧。讲好多文啊，这是知识啊。对界定内面来修到的是智慧，无同款啊。智慧是自性本来有的，唔是对外口来。所以啊，得到智慧，伊则会伫一念当中，这个、一念，弥勒菩萨所讲的，伊但只有32亿1000万，即来对一念，会现如来。是十劫无畏，十劫无畏是劫，心定正觉是相，得相啊！这个地区的众生缘生色咯，应该以佛的身份得度。菩萨就现佛身，32相80种好来教化。无障无碍，无障碍，这是力无畏，后面也会去讲到。咱啊，今仔日甲即品啦，讲完完啦。明仔载是国庆，希望咱会讲正宗分啊，这个啊开头哈、啊，所以这个十念无畏，咱就卖去解释咯。老同学讲起来，应该拢真正熟咯。华严经常常讲呀，经文最性自在，应如法华经，我为法王，无法自在，圆满究竟华严之实自在，我闻最性。华经常讲，这释迦牟尼佛讲的话。我为法王，无法自在，世俗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就叫自在。如果有一个问题问到你，你唔知呀，啊，你就未自在了，你就好难问到咯。这个摩尼佛讲经说法49年，确实无一摆会好难问到呀。以奇古怪问题讲出来。伊拢会当解答，而且啊，解答啊真正详细。这个人啊，袂当去无佩服伊啊。这叫做什么呢？真实智慧，一切智。所以会当圆满究竟，华严经上讲的10种自在，这叫做最性啊。所以最先主宰就明心见性的发心菩萨才有的，无见性的嘛真可能的主宰，但是未当加最先。确实无定着有一寡问题，伊也未当解答。现成的问题啊，伊就会解决咯。这位啊，咱必须得知影，学了后啊，应当爱回归自性。生活不离众生，甲佛是一体啊！
好有，咱哪拢有。无例外，咱今仔日迷失咯，要安怎来恢复呢？迄都是都爱向佛学习啊！伊是几代人，以前甲咱是同款，嘛是未学颠倒啊！伊啊，哪会咁爱呢？即届就定该飞啊！伊行是这条路，咱今仔若想讲要成就，也是都要行这条古路，唔通去创新。你无行古路，你要行这条新路，可能会愈行愈远咯。啊，你就会迷路咯。哎，行这条老路，佮正确，完全。稳稳当当呀！最后这段，初夏世尊呼说：“令啊，即令阿难谛听，详细去听，善住思维所闻义理。”然后即句咧讲。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这后面经文啊是阿难谛听啊，先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啊，这个解说都是伫这个净宗分伫下面的这个第四品下面啊是法藏。因地啊，好甲咱介绍阿弥陀佛。以上别书经本经的这个书品到这个所在就讲完了。下面念了。总结头前的意思，把咱做一个结论呐。别书有名发起书，改为发起专经正文。这就是讲啊，原因阿难去问世尊文说了，言出究竟红边最结。完顿之殊胜净土法门，但那一处乃超经离见，不可思议难信之法，众生精急沉重，信不能及，何有法起书中深入正信，用计无穷啊！这段的大意呢，咱啊简单来讲一下。佛法因缘生啊，即讲出世间一切法，伊未归因缘，无因缘，那就是讲，那就是无缘呐，无故生起，即讲未通啊。无即款代志，佛法嘛是因缘呐。啊，这个因是阿难呐提问的，咱头前有读过咯。世尊，文尊为大家啊来说明。啊，言出有经啊红边，最近。完顿的殊胜净土法门，啊，这句话就不可思议啦！在大乘教里面，这是第一法门啊！这个法门的里面啊，所讲的
交情离间不可思议难行之法。凡夫一片烦恼都拢无断，临命终时，杂念拢会当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维瓦地菩萨。啥人相信呢？安心之法啦，绝对啊，不是六道凡夫精进所以当理解啊，所以叫超情离见啊，这就是讲绝对不是六道凡夫所以当理解，所以就变成难行之法啦。尤其现在众生境界深重，相信的真正是未相信。你唔免看，就净土的人遮多，那亲像逐天伫咧念阿弥陀佛，有路用无？无路用啊！为什么无路用？因为伊唔信啊！伊还佫相信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就亲像李老师早年伫台中讲经，有举一个例，老师咧讲经，问一般拢咧听经，有一个人来报信，啊，恁家火烧厝咯，恁是赶紧转去啊，那就无相信咯。听到厝内着火烧，如如不动，我听经较要紧，这叫做真信。可见呢，进行困难呐、啊。啊，一个课啊，就甲伊啊课出来了，啊，伊是真还是假呢？今仔日这个所在法师伫遮咧讲经，啊，你用暗拿去做一笔生意，会当赚100万。你是来听经放弃迄100万，也是去赚100万呢？啊，今仔日听经欠一堂，还是无所谓咯？啊，无所谓啊，肯定都是会去赚迄个100万啦、啊。伊就未来咯，这都拢是假啊！你叫难行之法啦。有个人真正认真甲佛所讲的话啊，当作话。佛所讲的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如啊，这个经内面的啊四句偈的功德较大，怎样相信呢？唔免讲100万，恐惊赚10万块啊，伊都未听咯，下去咯，10万块较重要啊。这是咱对于这个所在细心去观察，真正相信的人是无罪啊。唔相信啊，伊嘛是常常啊来这地来听经啊，这是为什么？李老师讲一句话真趣味啊，伊讲是什么呢？来消遣消遣的啊。原来啊，这人来佛堂啊，来学佛啊，是来消遣，伊无代志做嘛，来遮来佚佗呀。是这款的心态啊。坐咧厝内感觉真无聊，来佛堂来去行行，闹热闹热，唔是真正咧学啊。真学这是不得了了，真学，噶就大家拢成佛咯。啊，听到啊，过去啊，老人的讲的话，咱遮侪年细心观察，一点啊拢无错啊，所以啊，咱就见怪不怪了。
啊，知影讲这个法门无容易啊。所以呢，在法起书里面，深入正信已经有五层。头前咱有讲过，伫遮做一个总结。第一，世尊奉公献水正信，即摆是世尊专心奉公，非常的稀有。而且宫中也阁献出诸佛刹土，你阿难欢喜提问啊。阿难看到这个光是非常欢喜啊，就提出伊的这个疑问。阿难之问呢，有两个意思：一者，阿难见佛奉以有之功，必须助其爹之法，读书之行，罪行之多。但诸法诸行诸多，必须不可相念，而非其他。佛所证的功德圆满了，那遐有什么积德呢？积德呢，一定是念佛啦，念佛的佛加持啊，念十方佛，十方佛拢来加持释迦牟尼佛，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阿难想到这个所在，所以啊，伊就问咯：“你家阿难何能闻此妙语？阿难哪会讲问会出来呢？”正标啊，这个阿难啊，本是德尊普贤，对高向因之大菩萨啊。阿难是什么人呢？德尊普贤啊，伊成佛咯，都是成佛了。阿难老早是成佛了，现在释迦牟尼佛来这所在来示现，王法利生来帮助释迦牟尼佛的啊，所以一佛啊，出世啊，千佛来拥护。一千尊佛，这个千也不是说一千啊，说的是真多，无量无边，这个世间众生有缘的诸佛如来都来了。释迦牟尼佛搬主角，伊那搬配角，来变化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啊在家学生。做佛的护法，这出戏才唱会圆满啊，才会给这些观众感悟明白。所以阿难啊，是对果啊向因的这个啊实现啊，会中顺意无杂，言说原因，因正是实，会中殊胜，正表妙法啦，稀有。伫咧会内面，这个将1255人。拢亲像阿难同款呢，拢是对故向因的大菩萨，实现二求的身份，
那菩萨众就免讲了，也有居士众，居士内面有男众有女众，嘛拢是呀、啊、菩萨化身来的。这个大会有偌殊胜呢？念了这句话啊，讲甲真好，顺意无杂。这会偌殊胜，拢伫遐咧共同表演呐、啊，演说原因。缓缓的关门啊！现在正是时阵，众生的言行失落，看到了后，听到了后，伊拢会生欢喜心，会心会改会行会静啊！念佛往生啊，都是正果。所以呢，就标这个稀有之法，这是讲阿难欢喜提出这个问题。第三层正信啊，第三层的重复搁在正信。就是世尊赞叹诸门之功德难思，这是重复。第三重正信啊，不算啦，当来一切含灵。甲伊出门里得度脱，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阿难啊，是讲无问，我都未讲咯。实际上，无人问，不嘛会讲。比如《阿弥陀经》，都无人问啊，无问自说啦。《阿弥陀经》对口到尾，拢是佛家己讲，无人问的。无人修经会当安尼做，无当然会用的。为什么叫阿难来问呢？内面含义啊，真深真深。阿难这个事情，甲咱讲，正法的功德不可思议，有人看到了后，知影讲来请法。你请法师，在个大德居士，甲咱呐讲经说法，一般人是袂晓请，请的人爱内行啊。伊若唔捌，伊哪会讲请法呢？伊是对爱内行人，伊了解。一般人啊，伊唔知影，伊也是来教咱这套的啊。你看这个请法的功德，我所赞叹呢，当来一切含灵，甲伊出门里得度脱。这句话啊，太稀有了，
如果讲东来的啊，一切含灵，甲伊出门里的开悟。哎，就差真远咯！开悟咧，是你明白咯，也阁要修，也阁要证。多脱咧，多脱就证果咯。问题对根本上解决咯。这不得了啊！所以这意义太深了。鼓励大家啊，请转法轮，请佛助世啊，含着这个深意在这个内底。咱啊，搁看下面讲，一语道破，净土法门所以兴起之真因，故本品名为《大教缘起》。这篇的品题叫做《大教缘起》，这一语道破啊，净土法门的兴起，什么原因来呢？啊，恁这个一问问来啊，因为净土法门是对于啊无量寿经开始，释迦牟尼佛是先讲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后面讲的，而这个经以后无文著说，第四章呢，不过阿难。来自所以啊，出行无世家，即为欲尽君明，非真实之理。这是深入正信的第四定啊，讲出我为什么啊，要出现伫世间？伊来创什么？咱伫大乘经内面学解啊，了解啊，有确确实实，是应啊众生的感，众生有感，我就应。感应度高啊，不可思议！啊，众生的感真复杂，有形感，有敏感。啊，如来啊，啊，发心菩萨的这个应啊，非常单纯。就是这个所讲的。而是什么呢？往做一切众生离苦啊，得乐啊！离苦得乐到个什么程度呢？一定爱啊，帮助众生成佛，一天地的离苦咯，帮助伊啊，到菩萨也佫无够，一定爱叫伊圆满成佛，正着。妙家高位啊，这才叫做圆满的慈悲，真正的度脱。啊，咱今仔日学佛，啊，咱的心都要跟佛心是同款，愿爱跟佛愿同，该行嘛是如是啊。咱唔通讲未记哩，四弘誓愿，四弘誓愿第一条是大愿，众生普遍誓愿多，就是即地讲嘅
欲尽君明，非尽妻之礼。现在问题来了，咱家己啊，尽妻之礼都还未得到，哪会当去帮助别人的尽妻之礼呢？所以，咱就要大声来成就家己，成成就家己，你得到以四方誓愿的利故，烦恼无尽誓愿断。啊，烦恼断尽咯，才会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烦恼无断尽，所有一切修学方法，拢是为着断烦恼，你一定要知影。啊，咱伫咧修学，无一个阶段，是无一个目标，清清楚楚，你才会去达到啊。唔通讲混做一个，混做一个，烦恼是袂当断啊，法门也无无成。你错了，佛菩萨教导咱，古圣先贤教导咱，伊问深入当时分修是为什么？为断烦恼，因为你一问，你心是定的，你太追了，你的心就乱了。就爱知影这个道理啊！一门才当断烦恼，门多了烦恼是袂当断啊。所以咱知影，一门是戒定慧，多门咧戒定慧都无去了。无了就变作世间的地色，空下多闻啊，这是世间的地色。无人啊，读书较多啊，啊，地色真丰富啊，通家，甲行拢通通家，这是赞叹别人的。伊是毋是精通？伊无学技拢毋知影，学技才会知影。啊，无学技伊都毋知。如果精通，就好即下精通，无学拢知影，毋免学啊。为什么毋免学咧？伊见性咯。所以啊，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无一项毋知影。有一项唔知影，啊！你无见性，所以佛法修学，未完四千法门，包括咱念佛求生净土，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明心见性啊！我伫早年的时阵，有净土往生，西方叫世界以为就会用的咯。我只讲到这地。老师跟我说不用了，你还要插一句呢？我说插什么一句？明心见性啊，对哦，你知道说到极乐世界啊，明心见性，这是圆满啊。啊，这对不能见性来去极乐世界啊。见性成佛真正圆满啦！啊，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人间教学四十九年。真实之理是什么？真实之理就是这部啊，这个无量寿经。所以玄奘大师讲啊，真好。如来所以行出世，为说阿弥陀本愿海，都是为着这件代志啊。
唯独就是要团结的法门。其他的，其他的拢嘛是有一挂人介意啊。好着行神众生，你介意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啊。但是啊，真正跟你讲啊，你真正想讲一生当中证着究竟圆满，那就一门尔。稳当啊，简单、容易、快速。无地去阁找到这样的殊胜法门，保证你的成就。你学其他法门，未当甲你保证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佛，我就会讲无量寿经啊，是保证书啊，佛陀人的保证书啊。真正依照经典里面所讲的，无一个未往生，真正是万修万难去啊！这不得了哦！这个道理未当讲，唔知影，唔知影，咱也辜负了释迦牟尼佛，辜负了啊阿弥陀佛了。你无去接触到，那就是无缘。接触了后啊，你未当个认真修行，这是家己的故事啦。对不起家己，无量劫来无拄着啊。伊那里拄着了，伊那都会成就啊。伊那里未当成就，也得爱过无量劫去受罪，你都都能回归零。啊，罪修完了，过转来人间啦。看是不是讲有缘分去拄着这法门？用古古人所讲的以失足啊，成千古恨啊，这个意思真深。经过难，机会都要把握着，失去了后，真正是千古恨。真实之理是安怎恢复呢？你甲看。即位乃弥陀原海啊，哪里洪明？你看就即句啊，南无阿弥陀佛啦、啊，这是真言呢、啊，就是这六字。你真念真空的心内，会得起作用；念无空的心内，会起作用。心都是阿弥陀佛，一念弥陀，一念心，念念弥陀，念念心。这就成功啦，都完全相应啊！心内什么代志都拢无啊，真正拢放下，心内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我的心啊。顺意无杂，你念佛的功夫。这条路，正因阿难之问，你可是如是妙法，又难防，如有昙花。当来一切众生转来阿难之问，你的逃脱。阿难这个问，不值得讲。
咱这地着啊，这真正不得了啊！古佛赞阿难以正信，赞叹阿难，说明这个门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咱来有啊，众生在有灾难时阵，真正有这个高明的人，咱来向伊请教，要按怎来化解灾难？亲像乐观老法师所讲的，这个金山瓦布的有一位老技师，唔知家己的命运，死过啊，伊算命，伊看相。阴山瓦布看到这款呢，伊是无门自说。伊讲伊会看相，我嘛会看相。伊来算命，我嘛算命，这是不门自说。但是呢，罗观法师伫边啊，嘛加了一句：瓦布啊，你真正会看相，你真正会算命。增加别人的信心嘛，我不讲真正一点也无假。然后甲大家讲啊，天下算命看相第一牛的人是啥人？恁知影无？大家蒙念啦，释迦牟尼佛啦。哪讲会看你一个人的命？也会看恁规家人的这个命，一国的命，全世界的命，会无一项唔知影。所以啊，问题讲出来，那解决咱啊，家己未歇，大众的未歇啊，拢总拢得到解决了。这个门啊，功德啊就无量。就像这款的文答题，令令动来一切众生啊，用令度脱，用令生活啊，这真正不可思议啊！无人想会出来，也无人讲问会出来，唔是计咧人即款代志啊，伊是也做未出来啊。第五种世尊，亲地出实为一切世间呐、啊、难行之法，故晓如众生法。如来各地难量，心通无碍，定慧究竟，无法自在。世尊所说的真实不虚也，万不轻疑，但当信用心。各家公众生，听了后有怀疑。有怀疑利益啊，就会失去咯。哎，怎样？信为佛法的第一步，你有得到无？
真心不疑，这报就得着了。有时何怀疑？你的功德全部拢破去咯。所以分这几句话是加强，甲咱讲，如来各地难容，如来是圣德，圣德里面的智慧，如性本具，智慧得上。这《华严经》里面佛讲的，万万苦集，心通无碍，这下面是起作用。心机用通啊，是无障碍啊。定慧究通，定慧啊，就是究竟，通是畅通。无法自在，啊！《大乘经》里面常讲的十种自在，实际上是无量的自在。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归纳做十条。十是代表无量，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轻易啊，这三句话是黄念老讲的。千万不能疑惑啊，疑惑咱家己错了。但当用心啊，用的是尊敬、敬重。深信不疑，心内如是无定。有底下个人讲，我是孤觉，我是凡夫啊。那圣人，伊是正着究竟孤觉的人，伊伫妙觉位啊。那那是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三类烦恼拢总固着，这叫做凡夫啊！言可以凡夫无昧之分别心，妄切如来性地，但当信修彼万所缘。但只要真正相信、真正接受依教奉行，一定会满咱家己愿望。咱的愿望就是讲，希望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真近的，修行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发心菩萨，明心见性就住西方极乐世界，是不庄严土。无见性嘛，的是不庄严土，那是弥陀慈悲啊，本愿为神加持你啊。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伊是有四土三辈啊九品，但是啊，伊是平等。平等世界，四土融合作伙啊！有咧阿伽持人啊，甲发心菩萨同款，智慧神通道力一点啊都无差。所以只教凡行当基础，下下必往生，是毋是有能力亲像发心菩萨同款呢？众生有感，我就有应。因为佛心得多，我就会实现佛心，会当为阿啊。为什么？如果那不阿啊，伊就唔是阿维陀菩萨了。阿维陀菩萨阿啊，
既然一个往生就是阿弥陀佛菩萨，伊当然会啊，这个啊不可思议，这难信啊。比如讲一片烦恼都无当，你命中的时阵真幸运，头脑清楚，无迷惑，都一个了解净土的人啊。更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还一个听你去接受，你去到真念啊，对了念，一念十念断开了，伊真正去极乐世界。你看这款的人，一个去阿弥陀会成佛了。一个回来来度众生，啊，伊会献佛心啊。你敢会相信啊？咱肯定摇头，我唔相信啊。为什么唔相信？但是伊凡夫心，即如来地啊，咱的故事伫一地啊。这个法门太奇怪，太稀有了。我拄只古的这个有无有啊？那有而且佫真多，可是咱袂当侥幸啊！因为甚物？咱袂当啊，保证讲伫临命终的时阵啊，头脑清楚，袂当保证这个。所以人唔通去做罪业。为什么呢？做罪业就惊伊讲，万一得到痴呆症，那就一切拢完了。一旦得到痴呆症，就困难了。有人做念拢未当给你帮忙，所以往生最终就是三个条件：第一个，头脑清楚。第二个是听闻佛法，听到净土法门；第三个是深信不疑，立刻伊就做，伊就念佛，伊就求生，这款的条件才会当去啊。这个条件是无容易啊，三个欠一个都未用了。所以啊，这个法门特殊啊。非常非常特殊，因为啊，真正是难信，所以啊，耶稣那边我顶正信，由相可见，明知素昏。转为正信，本经小本之中，老爷大师即为净凡其名，初三诸牛缺一不可，以信其修。以咬口低三猪牛啦，现在为来讲，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猪牛是比如咱人出外去旅行，你过去古早时阵无遐侪饭店，无遐侪旅馆，你出门旅行的时阵拢爱炸钱啊，就是猪，也都爱炸牛食。炸干牛，你一路才有物件吃。往生叫做世界三猪牛，那就要靠信愿行这三件代志。头一个你都要相信，你若唔相信啦、啊，你虽然是啊求往生啊，啊每工啊拢伫咧念佛啦，啊你是袂当去的。信心不足啊，所以头一个都要有充分的这个信心，缓慢的信心，这比什么较重要。所以分中正说诸经之本，
哎，尽心尽责，好可惜。这部经对各位来呢？本就是君源头啊，伊对倒位来，伊啊对真实之者来，真实之者是啥物呢？就是家己的本性啊，真如自性啊。你自性内底流出来，这就当然会当相信。这部经的用途有什么作用呢？来广回众生，以真实之理，应该相信，就是皈依。真实之理，非是给物啊，合理啊，嘛是布施的意思啊。佛为是和一切众生真实之理。你伫即个一生当中就成就了，啊，往生呢？就注意同学一定要知影，往生唔是死，往生无死啊，活咧去个啊，唔是讲死了后才往生，是往生了后，这个身体啊无碍。这还怎样？你讲死了以后往生，那就错了，那是中阴往生。那个缘啊，那个缘真特殊啊，不是讲一般人会去度到的。一般念佛功夫啊，成就的啊，拢嘛是临终时阵看到佛来接引，你福气了，这才断开啊。这一个灯开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真实之理啊，你应当爱相信啊。何为啊？真实之者，正如莲池大师所抄当中说：“开口便道者。”这啊，莲池大师所抄内底有几句话：“灵明洞铁。”心之相形，非作非清，无悲无相，待在真体啊，不可得离思议者，即为自性矣。这赞叹的几句话，拢是自性。所以真实之者，即种人之自性。啊，咱家己的自性，自性是一个啊。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甲我的自性是共同的。梵文观顶面讲啊，真清楚，自性清净，万明体，拢嘛是对即来对流出来。咱伫个梵文观顶面讲。用一体去利用，利用就是啊，以正庄严。用法界、虚空界、以正庄严，拢是对自性来对流出来。这部经是对自性流出来，所以啊，伊的作用就大了。莲池大师这四句话，以《弥陀经》所抄来对，
也希腊有共济啊。这个所在就唔免去讲咯。啊，咱注重的是这个经济之济，即当人之自性，这句话非常重要。何为经济之理？所操有法，定作理清，完备理向，或三智有一念，舍诸行无片言。自在妙用也不可得的书记者因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赞叹弥陀经这几句的讲较简单定作理清作是什么呢咱这地是恶作恶事啊，作是严重的染污。现在咱生伫这今仔社会，讲起咧，咱的印象会搁较深。咱的精神污染，物质生活污染。啊，这个精神内面的污染咧，最严重的啊，都是啊，自私自利。社会人物贪嗔痴慢严重污染定是定清按怎把污染定清定做厘清返回理想回是咱今仔日起心动念言无作作违背了自性啊。180度的违背啊太可怕了。现在安怎我都回来返回理想用着自性用着性德，这两句话，也就是讲现代科学家的指南，改变心态啊，咱得有救咯。为什么呢？以前庄严。拢嘛是对心态变现出来啊！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咯，我哋3000年前讲心现色变，一切法从心上生啊！我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咯，是真诶，唔是假。所以回头就爱靠家己，无人帮助你啊，佛也袂当帮忙，佛只是甲你讲，你应该回头，赶紧回头就对了。你是家己买啊，唔是佛啊，甲你买啊，所以我也是家己的我。这个代志未当靠别人，未用你啊！万天有灵，万天有灵，那是你未上过加美，你错了。这个法门加你的，按怎来定作理清，万倍理向呢？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心内面呐、啊，这个念头才起来，不管是善念是恶念，拢没管你。一切我都转来啊！阿弥陀佛，种种归个阿弥陀佛，我心内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以外，什么都不爱，你就真正回头了，你就得到清净心。
你就向菩提道咯。我三基有一念，三基是三大阿僧祇劫咯。三大阿僧祇劫的即地是形容凡夫修行成佛啊困难呐、啊，而且久的时间呐、啊。可是你拄着这法门就无困难咯，一念嘛就超过三大阿僧祇劫。像我拄着久的咧。偌快速的啊！你面中的时阵，有着人劝你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迄人听到了后就认真做，啊，就真念，也就成功了。这确实就是难行之法啦。这诸心无片言，片言就是即句。阿弥陀佛，这是什么的概意啊？顶者咯，诸行是四十一位发心大师，你念这句阿弥陀佛，你西方叫世界，个四十一位发心大师的地位平等，为什么？阿维外地菩萨啦、啊。这是这个意思啊！凡心动机土下下边往生的人，马家是报土的菩萨平等啊！啊，咱上帝在讲呀，智慧、神通、道力、达行，拢嘛平等，有能力接受众生的这个感，众生有感亦有应。真像观世音菩萨同款，三十二应啊，应于什么心，得到伊就现什么心，这不得了啊！太稀有了，太难弘了。这一心度着，全部问题拢解决了。所以世间垃垃圾圾拢甲伊啊扫个清气，卖个去目掉，伊应该写就爱写，不应该写嘛就爱写，你拢该写清气，安安的摸掉，即句阿弥陀佛，哦，这个未成就呀。自在妙用也不可得的你思议家。就是不可思议啊。因为佛说阿弥陀经，这是赞叹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这部经啊是同一部。大本小本。阿弥陀经讲较简要，这部经讲较详细。所以在这部经里面有解明白了清楚了，阿弥陀经当作是早暗课上，也简单。阿弥陀经那本经是小本哦，地自在妙用啊，因为本经有，这个本经就是指无量寿经。本经之中，为发菩提心，以向专念，这是这部经的宗旨。总是最主要呀。
最重要的。最尊重的啊，咱修好就是心两句话，发菩提心，以向专念。啊，菩提心，愿力啊，信愿。啊，我信愿拢伫即内底，深信切愿，就是菩提心。所以咱看到有未少的老阿公啊、老阿婆，伊对佛的教理伊毋捌啦，伊去我伫台中看到真多啊，台中连下连友，应该当讲是80%拢是遮老阿公、老阿婆啊。都嘛是因这人，少年人大概是占2%，连幼的这人所追，我去台中的时阵，台中连幼差不多有20万人，10%。嘛有40000人，这是少年人啊！我伫台中住10年，我离开时阵，台中联友已经发展到将近50万人咯，是台湾真大一个团体，一个佛教团体。这是你老师德行的这个感召啊！所以发菩提心嘛，愿心信愿，真心切愿就是啊，发菩提心。你一个问连下迄老同修啊，什么叫做这个菩提心呢？你讲未出来，你也无搞清楚。但是用心是徛咧行，坐咧去的，有伫实际的。拢甲咱这部经上来对照，发菩提心以用专念。一用转了，咱看到了，就刚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不知也不敢断，已经做，可是发菩提心无看到。后来大师的要解来对讲，真心切观呐，就是啊，发无上菩提心。英国大师对这句话啊，非常赞叹，这是古人呐，唔捌讲过。啊，有大师讲出来了，对咱来讲呢，啊，咱明白了，就未过怀疑了。以后专念，专念就是讲持名。大师两本同一个讲宗，如是妙法，三倍接修，随令凡夫顿动，播出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尾后这几句话，咱读了后，对黄念老啊，无限的感恩。伊甲咱讲出来咯，咱俩听到了后，对净宗未搁再怀疑了。你那报恩呢？认真来做啊！认真做才会当报恩啊。这个办法就是足妙的啊！真正是妙法啦，妙法莲花经啊，比袂着呀！华严经嘛是比袂着的，这是讲啊，对作用来讲，那经体是平等，一切经啊不离自性，
拢是释迦牟尼佛对自性流露出来，所以经体是同款，是平等。大小乘经拢同款，拢无例外。啊，但是作用是无同款。每部经的作用都无同啊。而且这部经的作用，才是真正叫大圆满。这是未当讲唔知影，三倍接收，这个三倍是讲众生的根性，上根、中根、下根。虽然拢嘛有分。上上君得到利益，下下君也会得到利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想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想就是愿。你有这个愿，哇！什么我的想了，就想要来去极乐世界，就想要亲近阿弥陀佛。尤其咱现前这个。地球四季啊，拢有灾难。咱较早一点啊，移民去极乐世界，迄、那个所在，什么灾难都拢无啊。为什么唔去呢？去会成啊！这部经予咱信心，大家人拢嘛有分。为什么呢？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叫世界对对来，咱的自性变的啊。啊，那唯心现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嘛。那哪会讲未成就呢？所以这道理，咱伫在圣经教内底，创好清楚，创好明白，信心执着啊。虽令凡夫顿动波处啊，就是顿敲无阶级的啊。这句话啊，难中之难啊。为什么？如果讲是顿动发心菩萨，发心菩萨有四十个阶级。顿动初住，顿动初地，不是安尼，顿动波处啊，波处什么？顶格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地位是上界高的啊。《黄严经》里面讲的啊，四十一位发心大士，这是第四十一的位处，最高的位处。过去其实妙格啊，咱知影妙格就未足是不妥，伊回归到上极光净土去咯，回归上极光咯。极乐世界内面啊，具足最高的身份是宝处啊，你克啊就格。宝处菩萨平等，甲伊也顶罪咯，大哉妙用不可思议，这真正不可思议，唔是假。这是本经之发心念佛，出这真实之理啊！这个真实之理最重要。有意在这地全部都把它补充出来了，无过比这个更加真实的，如是真心妙用，唯念庆顿敲三级，上到阿经基劫，一生清明为这诸行，这个诸行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师。
就是想看卖这个缘分啊，这款的机会，啥人会去拄着呢？爱情基金面讲一千万家难做啊！前清乾隆时代，李济清技术讲，无量劫来已有难逢之日，俺拄着咯，拄着安怎拄着懵懵懂懂，袂当讲我唔知影，也袂当讲我知影。无创清楚啊！一滴半解啊，所以啊，心啊无发出来。啊，信心无坚固，无关系啊，摇来摇去啊，哪有哪无啊？这哪用呢？功夫不得力啊！这个不得力的时阵，对这个法门就会怀疑，这个一个怀疑可能都不相信，就改修别的法门咯。啊，这款的人真多真多啊，不是少数啊，难得唔难做老技术，会把这个法门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我们认真学习，通过学习真正发心，真创清楚，真创明白，就知影讲，咱来这摆机缘，无比殊胜，真正是一千万劫咱啊渡掉了，以后难逢的一日，咱今仔日嘛渡掉了，嘛去渡掉了。真是妙用，真是伫倒位，就是啊，这一念，就是这句阿弥陀佛。你只要念这一声，这声就超越三大真机界，超越一般的修行人。你看，伊对于小果、树果啊、树向，或者是以《华严经》来讲，伊对初信为到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顶格，五十元的阶级，啊，咱这句好好就超完了。真心、实心，为什么呢？要加高位啊！不讲的啊，绝对唔通用凡夫的低见来看，凡夫低见、小乘低见、大乘低见都唔通相信，拢怀疑。那其他自信，这是佛讲的，这唔是别人讲的啊。释迦如来、弥陀如来、十方一切如来，拢是妙觉故位啊，唔是顶级菩萨啦。弥陀经上，咱看到了风的佛赞，而这部经上，玄奘大师翻译的《弥陀经》这本顶面，咱拢看到十方佛赞，无一尊佛无赞叹，无一尊佛无承认，这拢是甲咱正信啊，这拢是劝咱着爱发愿，
啊，咱真心真发愿，对今仔日起真念佛，甲阿弥陀佛放咧心内，袂过甲其他物件放咧心内，心内有遮个粪扫清除和清气，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心上有佛，口上有佛，心中就是佛心。咱家己无感觉，凡夫看未出来，灵界众生看到咱现了佛心呢，还是真的不是假？就即声佛号。为者诸行啊，也五顶行文啊，咱今仔日参加这个会大众，啊，伫电视机面前，伫网络面前，咱真正有幸，出尽无量劫来，有难逢之一利啊，即句话。是凭这清基师讲的，讲了一点啊拢无错啊。无量劫来，有难逢的这一日，这一日咱今来拄着了。啊，这是无比欢喜的一天啊，无量喜悦的一天啊。为什么呢？咱啊，真正是有把握了。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回归诸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就回归到上极光了。你极乐世界久坐时间，我相信不是讲真长啊，啊，肯定回归上极光啦。啊，极乐世界菩萨会当讲是啊，拢是发心菩萨，为济诸生，因有能力，以遍法界、虚空界。在一切众生，他明度高，以无量无边的身份，在一切众生和共同尽，因为什么心得到就现什么心，拢有这能力。是不妥的菩萨啦，拢有这种能力，何况就光土内面的诸佛如来啊，诸佛如来无相，所以无办法去探测到啊。上极光内面，伊唔是物质啦，也唔是精神，所以无办法去探测，只有。无事业无名烦恼习气等尽，就是讲就现前咯。啊，你这个是不妥啊，就无看到咯。这是西方叫做世界殊胜啊，叫做世界是咱的故乡啊，咱念佛求生净土是转来去咱厝的。我是无量欢喜心，不是死是生啊！啊，这世界是乌烟瘴气啊，赶紧给摆脱啦！十几年过来，都是发心菩萨来呀、啊，超度众生呀、啊。这点就是未假啊，
希望咱啊真正明白、真正清楚，唔通搁再留恋这个世间啦、啊。怜悯一切苦难众生，家己成就才会成就一切众生，亲像诸佛如来同款，大心成就家己。啊，今仔时间到，咱就学习到这地，四分经啊，这个啊，这部经已经四卷，第一卷的今仔日完完了。